以前就已经不要玩电脑了，那相机还没还寄啊，他已经在催了，你先赶快玩啊。草莓吧，你为什么从他家回来就有这个？我根本不知道啊，我没干嘛，我就是。那我就问他。因为刚刚就是他来拿东西给我，然后他就突然看到我，然后突然把我压在墙壁，一直说，然后呢？嗨，大家好，我是秀儿。现在呢，我自己一个人躲在仓库里面，你们应该就知道。今天我就是来恶整他，因为昨天呢，竟然打电话跟我讲说，小玉跟他借了一台相机，到现在都没有还，这样导致他都没有办法拍片，所以他非常困扰。然后除了小玉没有还相机这件事让我非常傻眼之外呢，这次疫情期间，小玉每一天呢，他都早上才要睡觉，然后晚上才要起床，所以每天都是过得很废的日子，所以我就决定要来恶整他啦。等一下呢，我会先在他身上种一颗草莓，然后因为他等一下要去还既然相机嘛，等他回来之后呢，我就会去质问他说为什么他去完既然的家里面之后身上会带一颗草莓回来，说他是不是跟既然有发生什么不正当的关系，这是我们今天恶人的主题啦。那我们就等一下看他紧张的样子吧。我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不是啊，不是我，这是你们啊，不是
啦，还要在那边装死。反正不是鸡啊，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不是鸡啊，那是谁？那谁是有别人啊？没有。哦，有谁啦？我哪三老师，我就问你啊。鸡啊，好不好？这样，这几天在家里。哎、啊，你就出去一下就有啦、啊。还是那个安全帽卡太卡，然后就这样。你不要在那边给我做一些有的没的。不是啊，你是因为这样，我就是，那我就问这样，我送到他家楼下，我就走了，就靠腰哦。问这样啊，回家，过来就讲。讲啊讲啊，好，哎、欸，这样，我拍视频给他，他说我这边有一颗这个草莓，就怀疑是你种的，真的是有病哦。我就是在他家一楼，我要碰面，我那时候全副武装，我穿着雨衣，戴着安全帽，拿着酒精这样子，我要杀虫队的，你知道吗？但是你一怀疑就有这个，我也不想要相信啊。他、啊、证明好了，你就不要再装了啦，小玉。啊你就不要再装了，让我跟秀秀说吧，这是我跟他之间要谈的事情。谈什么东西啊？反正刚刚秀秀，我跟你说了，我先给你道歉。你让他说，因为刚刚就是他来拿东西给我，然后他就突然看到我，然后就突然把我压在墙壁，要壁咚我，你妈！然后一直说，一直说撒黑哦，然后呢，一直狂逼我吸他。那如果我不吸他，他就要吸我，可是我真的不想被吸，很可怕。他又就是很像那种吸血虫，一直要吸这样。然后我就说好好，那我们就让他。没有的事啊，反正就是我觉得我有被侵犯的感觉，因为如果不做的话，他就威胁我说要拿我的这样子报警。先停，先停，先停。你们是怎样？你自己做的事自己不承认，让一个女生来承认，哦、你到底是哪个？等一下，完全没有印象。这个情况不是我嗑药，就是你嗑药。哪个男的他在懂外遇搞小三，他会说我有印象？我完全没有印象啊。我觉得如果这段感情这么不堪的话，那我觉得也不值得，因为我其实一直想要跟你说，就是他其实一直持续的跟我说你的坏话。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性欲极低，又爱斗鸡眼，然后头发又很毛，而且你叫得很难听，你叫声就跟杀鸡一样可怕，就让他整个软掉。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觉得我就当他的垃圾桶就好了，不用讲那么多，因为两件感情我是不会去介入的。这样，那你干嘛逼我？你刚刚逼我的，你刚刚逼我的，不要再演了，看有没有这种事。他刚刚一直逼我吸他，他又说什么他很久没被秀秀吸。对啊，我是确实很久没有吸你了，那你也不用找别人吧。而且你除了你自己吸我，我也不会想要这几天他唯一跟谁见面，那是不是就只有我？而且我觉得，你看一个女生敢做敢承认，那我觉得一个男人是不是应该要负起你的责任？不是啊，就真的不会啊。既然都已经承认了，那你为什么就不愿意承认？哎、欸，秀秀，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真的不是有意，我真的无恶意做这种事情，我很珍惜你这个朋友，我不知道你还愿不愿意跟我当朋友。不是啊，重点是，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子栽赃我，我愿不愿意跟你当朋友啊？这是什么鬼啊？没有，不是好，等一下，我跟你讲，现在很可怕的事情是，我们现在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在骗我，我觉得都是这都是假，但是这是真的哎、欸，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啊？这是你做的事啊，我没有。你这样侮辱到我吗？你觉得他有比我漂亮吗？没事啊，你不要吵架，不要讲我身上好不好？我就觉得侮辱到你。我觉得你在男生面前，大家男生都把你当男生啊。你这样讲话很伤人，你知道吗？然后但我也是有胸部的女生，而且我也是向往着美好的爱情。你这样讲我像男生？那你胸部有？我都没有讲你嘞，胸部当然有比你大，我只是常常不想跟你讲而已啊。你以为、你明明就没有比我大，我觉得你胸部明明就很小、啊。你胸部也很小啊，就只会磕葡萄干呀。而且你那么爱凶别人，你看你骂人还贴到我身上。我就觉得为什么你这种人还会勾引到我男朋友，我就觉得很傻眼。我也不想要，是他逼我的，他逼我，你怎么会将我勾引了？你一定有让他觉得你是女生，他才会这样子啊。他就说在你身上找不到一个女朋友的感觉啊，那应该怪自己吧？为什么你没有给他女朋友的感觉？你们俩是情侣，为什么你那女孩身上得不到？不是，我没有选择谁，我现在我跟你讲，这个世界是虚拟的，我发现。不要吵了，小雨，都你。然后你们，你看，对，就是你引起的、啊这个。等一下，这世界是虚拟的，完蛋了。虚拟的就滚出去吧。你们，要不然你滚出来，我跟他在一起。对啊，你不要介入男人好不好？他都觉得我是个男人有魅力的。所以你们可不可以不要感觉好像精神分裂吗？你们两个到底在干嘛？而且跟你在一起幸福吗？你会偷吃哎、欸？偷吃什么啦？你破坏了我跟你。不是我吃的、啊，我自己吃不到我自己啊。他就是别人啊，那就是现在都承认什么？不是啊，他是没有，我不。我真的觉得我比较欣赏那种敢做敢当。我也是。你要当这种窝囊废物男人吗？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你做了就承认，你就知道啦、啊。做什么、啊？不可能啊！你为什么要深情？这么深情看？就是你，就是你叫我。我只是想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感觉你们好像在串通什么事情？我们为什么要串通？我没有串通啊！我们就事论事，我们干嘛串通？我不可能被 GIC。
这是第一个。为什么不可以？她也是女的、啊。好好，我今天忘，我可能忘了、啊。我们刚才是怎么对话？就是刚刚你一来，你就把衣服脱光，然后就把我压在墙壁上，然后我就说我阿妈在，不要再这样子。然后就说什么不行，如果你再不洗，我就要大叫。然后就觉得天啊，超可怕的。然后我就只好吸你这样子。我也觉得这样会因为这样子就吸。因为这样就吸我，比较柔弱一点。那、啊、你还说他是男的，又说他柔弱，你们在演哪一出？谁说男生就不能柔弱？你在我们那，你就非常歧视男生。所以你觉得只要有人把金安压在墙壁上，他就会吸任何人这样？不是啊，他你是把他当水？他被你威胁啊，因为他被你威胁。对啊，而且你还威胁我。你语带危险，你说如果我再不吸你的话，你就要吸我，然后你要把我的裸照散布在网络上。可是我没有他的裸照。有，你从我的影片里面截到一张我有一颗葡萄干的照片。葡萄干啊？你手机里面一堆女生的裸照，有他的我也不觉得奇怪。而且你超恶心。你还把我的影片截吗？你葡萄干还在种啊？干。没有，你就发现我两个粉粉的小粉红，然后我就觉得靠北。你真的很恶心。你们不能因为我刚睡醒就开始编故事。可以知道吗？没有编故事啊，你那就是我吸的、啊。你吸的、啊？对啊。那个忘记了。刚刚啊。所以你们就是在编故事骗我啊！但我就觉得你们很奇怪，你们有病吗？在那边编故事，我就是他，我就没有印象。我刚才全副武装见到他，东西给他，我也什么没跟他讲什么，我就说哦自己小心啊，这样。那你有一刻觉得是他吸的吗？我是有觉得像的。是不是有可能？你是开始怀疑自己？我没有那么晕这样子。然后呢？那你灿烂今天刚刚有没有被我诱惑？你有被现在诱惑过吗？啊？你有被我诱惑到吗？没有没有没有。你这样很可恶哎。哦有啊，那个你也看更新看板好不好？那你别问我。你们现在到底为什么今天突然要给你？很不爽你啊，因为你一直不还他相机啊。我们已经串通好了。对啊。就看你平常整修就整得这么爽，你该尝尝苦头了吧？这个很冤枉，你知道被人家捏造事实，而且是在你当面捏造事实，超冤枉的。然后呢，说什么你不吸我，我要吸你阿妈之类的。你要干嘛？你不吸我，我要吸你这样子，就是很冤枉。然后你们看起来好像真的，你是怎么吸的？你在睡觉的时候吸的？我没洗啊。你睡的时候吸？干超强的，这个好，超强的，超深的，你是吸的？很淤血，有点痛吗？很痛。对。真的假的？你不要再演了好不好？你被整完了，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可以起来了。不是啊，谢谢。哎，请 ending， 请 ending。太晚还你相机了，但也不要污蔑我，不要害我有阴影。好啦，那我们影片到这结束啦。三小啊，干，再录哦。再录吗？你这个是要赔偿我的吗？这有需要吗？哎，不能让我。要啊要啊。不要。做的春梦一样。哎，只能我中你。我会中你啊，我只会根管治疗啊，我把某一根东西送进去啊。这一片到这结束啦，快点啦，过来啦！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然后千万别忘记追踪我们两个的 IG 哦。哎，这很不爽，被我藏下那些地方被整，是一件非常耻辱的事情。影片到这啦，下次见。我就觉得你有病啊。下次见哦，拜拜。